谁打我啊？我。 比赛好像还没结束，怎么就算你赢了？这！还没结束呢。哎，你们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不就十个罚球吗？一切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。来单挑吧。单挑就单挑。妹子，等会儿。打他！我会怕你这种小白脸。 那就试试，开吧！加油啊！你给我一点压力，要出点汗，怎么防守的？哎，第二手呢？认真点吧。 再来，球都拿不住，这么虚，虚是病，看病找。再来。 这也太快了吧！这球怎么进的？没看清。耍赖是不是？我怀疑你神经系统也紊乱，反应真迟。再来！赶时间，不给你。哎！中！好球！ 你快来！我们又能一起并肩作战了，太好了！我有答应要加入你们篮球队。你耍我呢？我是救你还是耍你？请你说。我不管，根据比赛规则，你赢了比赛就要加入我们篮球队，你还得跟我约会。哦、我要是不赢。 愿意的，愿意。今天再能撩一下子，你要是想从这个篮球场出去，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。你干嘛？跑了。你真觉得你能打败我？我可能在力量上，但是在经验和技巧上，绝对比不上我。 我输了，你走吧。你真的很希望我加入球队？废话，不然我做出这么多事儿干嘛？其实也不是不行。当真？但是。
个场景。你要干嘛？拉拉队？是啊，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提出这么不尊重人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谁不想看可爱的女生穿着拉拉队服在那活力四射的蹦蹦跳跳？我想看别人，不想看我自己。哎，别动，我帮你设计拉拉队服。我没答应啊。你不是已经答应鲁星期了吗？我答应是答应，没想我穿什么。我帮你想。哎，干什么你？哟，没看出来啊，平时看着那么瘦，身材还挺好的嘛。啊？是吗？是啊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真的？真的呀。哎，要不要感受一下？这不好吧？没关系。不行不行，我是正人君子，不能摸女生。但我现在是女生身体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妍希，我还是变成了我最讨厌的人。